蔡姓民众因为丧夫又要照顾两名幼儿，家庭生活陷入困境。民众向基隆市议员杨秀玉反映后，杨秀玉特地结合与民同心关怀协会以及会员们个人致赠总共21,000元的慰助金，帮助七堵区这位蔡姓弱势民众，协助他渡过难关。除了协会哦，给予5,000元的补助以外，另外会员有16个人哦，捐助了16,000，总计是21,000块哦，来补助这位蔡女士哦。家里的陷入困顿，有2个小孩子哦，那等于就是说自己房子都是用租的哦，那所以我就是请我们这个与民同心关怀协会哈，我们的杨理事长哈，来请求他们协助哈，那谢谢他们协会的这个。我们的会员还有我们协会的一个协助来给他适度的关怀。蔡姓民众则是非常感谢与民同心关怀协会和市议员杨秀玉的大力帮忙。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